好，我们大约知道那个原理啊，因为早上讲这些原理啊，我们后面要谈整个净土里面的种种差别啊，我们也比较清楚，你不会把它当作很神奇。有时候我们把净土讲得很神奇，但却不一定能感受它的真的时候，那只是你不会很想去。但如果你知道它很神奇，却是有原因，而且这个原因怎么去的原理就在你身上，那这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在观无量寿经是不是也有讲一句话，就是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啊，入一切众生心想中，是故汝等心想佛时，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，四心作佛，四心是佛。有的人因为不了解净土的很真实的原理，包括也很少人去从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角度去谈净土，所以净土隔开的佛法的缘起道理虽然殊胜，但有的人就不容易相信。但我们讲的这样的净土，其实就是佛跟佛法的核心道理完全一样。我们在修行当中啊，众生要起个修行，要先有一个目标，而这个目标必须他能接受，而且很迫切需要。那我们现在最迫切需要的，其实在秽土是因为很苦，所以如果缺少对苦的感觉的人，对修净土的切要感就不容易有了。所以往往在太平盛世，净土法门就会比较弱一点，在乱世的时候啊，净土法门就特别兴。这不是现在而已，历代以来都是如此。那有的人不一定要到乱世的时候，他其实当我在过去的大德，包括近代的大德，很多原来不念佛的，原来不念佛，但走到后面的时候改为念佛。他们都有一个很实在的理由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走这个念佛法门，其实每个学佛的都念佛，但要不要求生净土是不一定的，但一定念佛。为什么皈依三宝不是念佛吗？那现在很多人因为自己不念可以，但却大言不惭讲我们没有念佛，我说这是很怪的理由，因为三宝弟子都是念佛。再过来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趁自己年轻力盛啊，还没感受苦的时候，他觉得谁说一定要念佛往生。有时候对自己也有信心啊。但为什么往往一些老法师走到最后很多会念佛？因为现实问题越来越现实，所以现在有的人自己不念也就把路给断掉，随便毁谤，假设你以后要再念佛都有点困难，因为阻碍性，因为那个过失大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人并不了解修行更细微处，这个现在我没办法细说了。只是我最近有讲说，我们的身心是从过去业力形成的，整块都是业力，包括我对我的生命、对身体的执着，包括世间，是整片的，就像梦境一样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即便修行了，都往往是在大很大的根源的执着底下的小小割舍了。
真正的厌离不是光，只是因为我们修行当中经常是带着对自身很细微的执着，然后才对世间看到不好的东西的厌离。但再怎么厌离，其实都是乃至利用厌离来肯定自我，你懂吗？这个很细啊。你必须要同时看到世间变化的不可爱、不稳定，包括自己身心的不稳定，你才会不会挖东墙补西墙，或是我常讲的狗咬尾巴，追这个跑这个，追这个跑这个。因为你根源上其实还是站在对色身香味触法、对眼耳鼻舌身意的肯定，你并没有离开。所以没有离开，所有的爱、所有的取都在滋长你的生老死，其实不容易跳开的。当然要懂这个道理的不容易啊，嗯。所以能看到这一点不容易，因此我们的修行尤其在这个末法里面，道理虽懂得多，我们都知道要解行并重。我最近也刚好有一次演讲讲了，我们讲要解行并重，对不对？解你也努力在解，你也听经闻法，行你也在行，你也努力在修。问题你解的不一定真，还有你行的不一定依解，你是解归解，行归行，并重但没连结。也就是说你不断在读各种地图，你也不断在走，问题你的地图跟你家不同，但还有你走的不依地图。对啊，结也结了，行也行了，但就走不到了。我最近点出这个，现在修行包括我们很多的学习出现这个大问题，听经闻法也多，但到底懂不懂真实道理啊？听了以后你的修有没有依着你的结啊？没有。所以解行是脱离的，解行是脱离。好，所以面对到现实问题的时候，就发觉左支右绌，惶惶恐恐。那净土法门它就是针对的，我刚才讲说越苦的人越想离苦，其实它很符合苦集灭道的原理，先知苦。在娑婆世界众生本家就是人苦世间，不是？所以知苦断集正灭修道。那我们这个知苦其实从来都是修行的第一步，所以有很多读书不多但这一生生命坎坷，嘿，这个人往往容易往生哦。所以这时候回头要是能往生，你还会感谢过去虐待你的哦，那都是上品上生的哦。都是他们，我有讲过那个故事，就是其实说不定是活菩萨派来虐待你，让你能知道处理的啊。哎，好，所以以这个目标，但我们虽然知道苦，也知道要修，但内心却因为面对到老病的时候彷徨无依啊。其实佛法施设这个净土法门，他就是利用这个目，利用人的苦，利用人希望，就像那个韦提西夫人啊，好苦好苦，他感受真苦，但佛的视线让他看到真净土，所以一则很坏，一则很乐，所以他见到这两者，心马上决定。你知道，他当下就决定了，他那时候没拿念珠。因为他有一个比我们强的，他的苦，对不对？贵为皇后，被自己的孩子这样虐待，自己的丈夫国王被关在监狱，这是极为，他要不是不富贵的人，他还不会那么苦。至亲的人，至高的地位，至亲的人在施以这种凌虐，然后加上佛真实视线，世尊在。世尊还视线净土，第一个他相信世尊，那世尊视线出来的净土，他相信都是实实在在的苦，实实在在的净土，两者放在一块，他没得选择，就选择这个，一心不乱。
这是当初念佛原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一旦有个目标，我们的道业就有个方向了。我们想修好深的法修不来，似懂非懂，面对的谈的佛法很高深，但不一定真了解。那了解一时也有下不了手，但这个净土法门就给一个，我只要简单念佛，只要我诚意，我感受苦，我诚意，等于是我的入学标准放低，但我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有些学校是从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一路上，这个叫什么学校啊？那你入我这个学校虽然是小学，但因为这个学校只要你好好学，可以读到大学，因为我这是全体的，不是光只是半小学而已，我是从头到尾。像以前东海大学不是这样吗？还有淮安小学、淮安中学，然后还有东海大学，咚咚咚咚，有病到龙总，死了对方还要火葬场，因为我以前读那边，你被一辈子在那里生到死不出去都可以，因为连火葬场就在旁边，烧完还有坟墓，哇，钱包啦，在那边我们就讲说，它是一个方便，所以我们当我们目标有一个明显的目标，而这个目标还是菩提心。所以我讲说，求生净土并不是为自己，是为圆满佛道。为了圆满佛道，行菩萨道，圆满佛道，我必须下一步要做什么？因为此娑婆未有佛，因为我业障重，佛已经走了，所以我先找一个有佛的地方学。为什么？我珍惜我的菩提心，我珍惜我的菩萨道，我想成佛。为了要成佛，我先见佛。其实他目的就这样啊，所以从来就是为了完成菩萨道，为了完成成佛，所以我选择哪里有佛哪里去，是不是？他这一条路里面念佛法门其实就是菩萨道、菩提道的整体展现呢。他原来意义是这样，他不是让你自己一头恰牙呀，虽然够细面啊，就是大家谁人顾自己的生命，并不是这样的。他其实就是一个菩萨发心，为了圆满菩提道求生净土，应该是这样。当然不是每个人能做到这一点，但他是方便。所以当我有一个希望，又符合我的菩提心，又有活菩萨为此众生建立这样的净土，从此我以这个信心往这边走的时候，我的所有的善法都不零零落落了。即便我做一点小善，都放到菩提道；我做一点小善不会乱丢，都放到菩提道。我10块钱投资比尔盖茨，100块投资比尔盖茨，我什么都投资给他，小钱小钱，到最后是买对股票就很涨了。当然我不知道这些了，但问题就是我不会10块浪费掉，100块浪费掉，我都把我的10块、100块做到最好的投资。所以一切善法皆回向净土，你的所有的善法就不再是人天善法，都是菩提道的资粮。这种法门妙不妙？只是有的人不知道，因为我的目标是为了成佛。我的目标是为了求生净土，我是为了回入娑婆，乃至要广度一切众生，所以我做的回向净土的任何一个资粮都不再是人天福，也不是为自己，因为我是以这个大前提修一切善的。所以每一个我虽然就拿出10块钱，就像那个乞丐阿婆啊，今年他把他所有的东西买成一盏灯，一点吹不熄，理由在哪里？一盏灯就一盏灯，问题是他如何清净的心所供养的一盏灯，一般神通吹不熄，懂吧？我为了广度一切众生，圆满菩提道，我的念佛一句，我所做的一切付出，都是以他连结，
我就算十块钱也不是一般等闲的十块了，是因为你内在有这一份广大的菩提心，让你一切善法意义完全不同。龙树菩萨也这么说，我就用一小小的挤牛奶的时间所做善事回向众生，都叫做广大不可思议功德。这叫做会做生意啊。佛法早就隐藏这些道理，问题我们没把它连结起来，本来就是一块的。所以我就以这个法门作为我的菩提道，所以我从一开始念这个佛就不是只为我自己，正因为不是为你自己，这才叫广大福德。就是我们早上讲的啊，哎，应所知量，应你自己所知道的，应你自己的执着的，应你的分别的，你的量就不同，所以往生净土自然也不一样。好，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到净土的时候，每个我们其实讲九品，九品其实是无量品。我们如果有共同业，身为人道，进入人道还有种种差别。一切众生道无量差别，其中一道叫人道，人道当中有无量差别，其中你就入这一道，这一道还有共同的人，共同人当中还有差别。为什么？心生种种法身，你的心念当中促成了你这么一个很独特的生命出来，而且它还在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在造作，同样不断造作的生命，你为什么不给它一个明确的方向，不要让这些造作成为轮回因？为什么不把这个造作转为菩提因？所以这个法门是何等殊胜，面对到这个时候，众生根气也差，烦恼也重，诸多困扰五浊，开出这个拨开的五浊的对你的束缚，独取一条路往菩提道走。离开这个法，当然我不会去认为人家不念佛就那个，我从来不会这么认为。但我要的是你不要随便去诋毁这个法门，因为这众生已经是能得以受这个法门已经很少了，你再一诋毁，你整个断了众生的慧命。我有时候经常会辩解这个问题，是不忍心一般轻易毁谤的人，他断众生慧命的这个过失是很难弥补的。我们现在因为网络也随便，大家就随便讲。我说你因为你杀我一次，我就死一次。但我本来可以往生永断轮回，被你一讲，我不再往生，死多少次？那无量次呢？我从此继续生生死死吗？怪谁？怪你跟我断慧命了。多少众生本可以出离三界，就这么一句话就没了呢？那我就必须要断这样的不正当的思维，也不要让一些无知的人继续同样诋毁圣教。那可是如果要继续诋毁，那就你的事了，我也没办法了。好，所以讲说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问题三十二相，那好，可以啊，是心是佛，那为什么念佛不一样？因为你的心如何，差别在这里。所以并不是你念就一样，那如果念一样就没有九品了。念佛的声音都一样，就表示结果一样，那就不会有九品。差别在哪？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那看你这个心如何做。所以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是你别业妄见，同分妄见，你对于色身香味触法的这个世间，你有几分真实厌离？所以有的念佛念到最后升天，没有到净土，而且很多事升天。为什么？他虽有种种非常大的善，但这里面从不离开对自身的爱着，所以他充其量只是人天。我虽然还没断尽烦恼，我虽然也在执着自己，但我知道这样的执着才是我轮回的，
我没有断，因为我还不能断，我没能力断，但我却知道，我比如说我吸毒，我觉得不应该，但我现在想要戒毒，一直戒不来，但我不想再吸了。这个跟不知道吸毒的严重性继续下去是差很多了，就是这样啊。好，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哈，这个我们再回头看，我们一开始这个第一个地方啊，我早上讲的净土圆满之体相用，就是我们补充资料的第一项啊。其实净土里面啊，有谈几种圆满，十八啊，就是净土护有十八圆满事故说明圆满，十八类的圆满。其实我告诉你，那是方便说的。我们身上的殊胜，随便找一个众生，你几乎每一个都殊胜，是。其实是为了归类上的方便，这边有颜色圆满、形色圆满、分量圆满、方所圆满、因圆满、果圆满、主圆满、福意圆满，就像菩萨哈，还有诸多身上善人、见属圆满、住持圆满，这个我没办法一一谈。但只能讲很圆满。好，这个圆满我们就用简单的，我们早期我们的那个寺院啊，包括我们早期乡下住的跟现在住的是不是差很多，我们现在的圆满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比以前圆满，净土就这样而已啊，他的圆满就是这么实在。好，所以以前的环境跟现在的环境那不能比拟的啦，现在是很多都圆满。好，我不是常举那个秦始皇都没有你疏忽，秦始皇他油灯很多，那油烟味很重，我们只要一按灯亮了，我们没有油烟味啊，是不是？他的地板再好，没有我们这里好。哎，他就算再保暖，那个冷风进来，我们现在有气密的，他没有，对不对？你想他住的地方，那个冬天一到多冷哦，夏天很热哦，我们有冰淇淋还没有啊？我们冰淇淋圆满。冷气圆满，电灯圆满，那么样样圆满，他什么都没有。虽然他是统一，统一中国的一个这么大的帝王，那又怎么样？样样不如我们，不是吗？业报不同。好，好，那这个东西其实这个圆满都有圆满因，这个圆满因就是我们不断的在远离我们这一份造作而形成出来的，所以我们的根深气世间，我们不断赋予它，我们不断给它新的东西、亲近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的业报就开始转，好，就因所资量嘛，啊，随众生心因所资量，所以它就开始变。所以我们现在变到在这个时候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有很大的因缘，但我们的因缘到哪里？到你的福报。到的地方，你再跨不出过去的，就算你过去是有很大福报，因缘不成熟，今生你受你的业报束缚，你怎么样再行，你就是没办法飞天转地，你要能飞就坐飞机而已，你自己飞不来，你没那个福报。你今天再怎么样多殊胜，你终究要老病死，因为这是你的业所成。你再殊胜再殊胜，一切归于无常。那你如果想不归于生死无常，那你就不要有生死因，唯有这样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看他这里面有谈到，那你看啊，他就举例啊，这个在第三行底下，释迦牟尼说此经时，地前大众见变化身居此秽土，为其说法；地上大众见受用身居佛净土，为其说法。所闻虽同，所见个别，虽具欢喜，信受欢喜。
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佛在讲净土经典的时候，地前大众，就是初地菩萨之前的大众啊，看到佛是变化身的，在污秽土说的。在同时，地上菩萨，就初地以上的菩萨，见到佛是在净土说法。哎，他们听的都一样，但所看所体会的不同。就是一因说法，随类各得其解。因为为什么地前地上，就是初地菩萨之前，初地菩萨之后，为什么看佛不一样？佛一个啊，但他会跟他应所知量，所以佛菩萨跟你的感应跟你的心是完全一致的。你今天就这么一个小孔，看到了虚空，就这么一个小孔，虚空多大，虚空再大也会应你的孔。佛你怎么没来？刚刚好呢，他不来刚好，不该来的时候不会来，来的时候就刚刚好。应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。佛能多大，就应你的根性。所以见佛者要有他一定的福报，这其他经典也这样谈。所以我们经常在求佛啊，你可以求，但我希望你在求见佛之前也能依教奉行。所以有时候啊，你应求不来，你当你死心放下依教奉行的时候，佛不请自来。为什么？因果相应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与其就是说，就像小孩子一直闹，赶快，父母说你放心，你不要闹，只要好好读书，我一定让你去玩，好到迪士尼乐园。我不要不要，那你这样吵我不给你，他就以为用吵的可以，结果他不是，你是用读书可以，不是用吵的，因为你要应你的量，你这心量是贪嗔痴，还是戒定慧？你是以爱着娑婆而求生净土呢，还是看清楚娑婆发菩提心求生净土？结果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越无求的人福报越大，越能放下色身香味触法的人，越能感受到无尽变化的色身香味触法。很有意思哈，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你那里也别扭，那里也执着，你把自己的福报都给缩小了，不晓得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上辈往生是以出家为因缘？不，那我剃头就可以上辈了？那个不算，那个是礼华厅的事，是真出离心啊。那个出离心，出离什么？出离爱欲情缠。出离对世间的爱着，出离哦，你要重要，那个是出家的那个出离的意义。这样的出离心上辈，是不是？因为他远离对世间的爱着，不是吗？是不是符合我们前后一致的道理？所以一个人发菩提心，普为一切众生，同时又出家，我这下前大概一半都被你占去了，该有的都有了。问题是你要肯定你作为一个菩萨发心的，再过来你要真知道你出家的可贵，光你能认知这个可贵，你远远比一般在修行上都一口气跨很多呢。但问题有时候我们有这个界相，我们有这个形象，但不一定珍惜它咯，好可惜，往外求却不知道你就是宝，是不是？很有意思啊。所以他这里谈到说，当我们看到这种种诸多圆满，其实就是依我们现在的清净因缘如实展现。我们像现在我们是不是有我们圆满的地方，也有我们不圆满？过去圆满则圆满，不圆满不圆满。但当我们越圆满的话，凡是圆满因所成的果，相关的果圆满，
就圆满。因为他是这样反应的，这不是谁给你的，是你得的。那我们亲近三宝的意思就是，亲近三宝就让你觉悟。你看呢、啊？我不是举那个早上那个楞严经啊，讲完了以后，大家寄送赞叹世尊。我只讲话而已呢，他们竟然生出这样的心，将此身心奉承刹，逝者名为报佛恩。理由是什么？消我一劫颠倒想，不利生起或法身。这就是佛的功德，用你的妄想，用阿难的东张西望的心引导他，消他一劫颠倒想。佛的价值在这里，佛的价值说出净土来，这样就算了，问题你说不来。他能救众生的得道因缘，说出这样的殊胜净土，而也为你指出了西方净土，从此你可以借着这样的法门而永断轮回，这就是佛恩。那再过来，你就依教奉行，必到彼岸，路很清楚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一段里面的，刚才一二三四五六六第六行，我们又是多抓一点点，那其他你们都有幸可以再去看，因为我希望讲经不要我们自己把它讲得很殊胜，但很殊胜你那是你编的、啊、你跟我讲得很殊胜但做不到，没有果，所以我要让一切的净土成为实实在在的因果。那你这样修的时候，它就是很如实的。你要实在相信的，喝水解渴，你就要相信的，喝一点解一点渴，喝多一点解多点渴。那你会不会疑惑？不会，因为我喝过。所以因为我相信之后，我一口渴不加思维，乃至我梦中口渴，我也去找水喝。所以我临终的时候口渴找水喝。我在外在哪里总想回家，我临终的时候毫无彷徨，只想回家，就这样而已啊。那个心就变成直接反应而已、啊、为什么？早做好决定了。我希望大家念佛念到是这样顺畅。所以我早上讲的那个法师往生，他也说不用助念的，他说念一念就好了，你们要念随你们啦、啊、其实不用了。就像我明天回家也不用助念了、啊。但你们我明天要上车，你跟我助念我才怪的呀。我不是要去死，你跟我保助念。那回家就我家的事啊，时间到就回家，就这样啊，我也没什么好助念。是不是？那为什么要助念？因为还没闻啊。闻的不需要。因为那已经确定的事。那我们要助念是因为我们心还不十足决定，希望有更多的善缘助念，所以我们要助念的人去跟人家助念的，自己往生心要坚定。你不要再助念，哎呀阿弥陀佛呢，还好不是我，但这下他也麻烦了是吗？因为你明明你自己都想活，为什么叫我去？那变成你觉得你好李家在，不是我，不是你啊，结果他说那就是我倒霉咯。我没在听就在计较你死我活啊，那这下就麻烦了。哎，我们看云何佛土尽心为相，非外工具四将所成而有，如是如是会为先安不坚事，为佛世尊习菩萨时发巧辩会，如是如是加行誓愿庄严佛土，有先加行誓愿势力，以果位中虽无如习细论觉慧，而佛尽是如是变现亦令、哦、菩萨是如是变故不相违。简单的我们现在就是听懂没懂没关系，但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当国土现前的时候，是因为它不是人工巧匠去做的，是有这样的条件出来的。好，这个是过去菩萨发心，法藏比丘发心。
那下发心以后啊，他加上发心，就是他对他的净土的规划，他的发心，然后他用很长的时间去修，所以这时候福报具足的时候，他同时就显现出来了。所以他不是刻意创造，就自然如实感应。就像我们现在，你今天要长成这样子，是你设计来的吗？不是，不是你设计，是你过去做的。所以我说长得刚好啊，真的，胖也胖，瘦也瘦，什么都刚好，这能设计吗？虽然电脑可以算很多，对不对？但电脑绝对没办法算我们这个。我们这个心念一起的时候，电脑算不了，因为太微细了。表面上有些电脑可以存很多资料，其实是电脑没办法算进我们的很多微细的地方。我就在跟你讲话的时候，我有多少运算在里头？我的屁股坐在这里，我手在动，我在认知，我同时你看我在跟你们讲话的音声，在我的认知像是整个境界，而且颜色该怎么安立是恰恰当当的。这个功能，这个电脑多好，这个电脑没办法安排像我这样，是过去我造的业就这么样刚刚好的，是这样。而我所处的根深气世间，气世间也应我过去八世所作显现出来。我早不生晚不生，生在这个有手机的时候，因为过去应该有种这个因，但种的不是手机的，那时候没手机，是我感应到在某些我的耳识有懂融通，它都要有因有缘的。所以当我们处在的，我们如果生在过去，绝对再怎么编也编不出来，除非你是天界的众生。那我们生在这个时候，其实不是谁巧工如何怎么这巧匠怎么去弄出来的，是我过去我们讲说如工画师，谁你的心工画师画出这样的这么一块的你，而你的工画师还种下了隐藏了一些伏笔，生下来之后还慢慢长到老死，而且老的刚好，死的刚好，一点都没多没少，多妙。所以当菩萨发心造作的时候，他的福德具足的时候，也是如实展现净土出来的。那我们在这个广大净土当中，你能取多少方便，那就看你的福报，是吧？我们有的人有很大福报，曾经有一对老夫老妻啊，他因为捡那个破烂啊，早期捡破烂，捡到有四栋楼，他每个孩子都一栋，啊，他孩子也很孝顺，希望他住里面，他说不要，我喜欢住那里，所以他这一生就只以跟垃圾为伍。但钱多不多？十栋。但叫他住好的，不要，他要住哪里？曾经有一点早期，我小时候有看一个新闻，有一个乞丐病死，很可怜，对不对？结果人家从床铺翻出来，里面藏百万。我们那时候不是讲百万富翁吗？现在百万怎么能用？那时候他是百万，一个乞丐病死，结果一翻开来，床铺底下100多万。他有没有钱？有。富不富贵？没有。有一只猫得到一个继承，40几亿。我们会很恨，我怎么命不如猫？但我想猫下辈子会很恨，虽有40几亿都用不到。姻缘不好，不刚好。他有没有福？有。这个福是空洞的福，
是不是？他都会如此因缘展现出来。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的福报，其实纷纷应所知量，相应你所知的量，相应你过去所造善恶业、妄想分别种种差别出来的量，一个都没跑掉。为什么？不是人家决定，是你的八识在决定啊，你自己背后的主人翁在做决定的、啊、是吧？所以净土其实就是这样。那你说我们像，我一直举例，我们像我们凡夫都可以把我们的环境弄得比过去殊胜，我们还凡夫呢？那如果我们再福报再大，是不是可以做更好？我们这种智慧多多少少，这种还在轮回的人多少在引导众生啊，如果智慧更高的呢，福报更大的呢，智慧更高的呢，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更得广大利益？是啊，那不眼前不是这样吗？净土也如此，其实他所有都决定在你自己，你要不要依教奉行。另外他这个在隔二四五六五行有没有看到，为大宫殿处所方域啊，超过三界所行之处，非如三界置地诸爱子为己有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为就所言相应二福随真，是比啊，是比一手及真善果，如是净土非三界爱所执受故，离二福故，非彼一手真善果故啊。这个当然这个名词有很多，我们就简单听了。就是说他为什么净土，他为什么很广，我们不是讲井底之蛙吗？那你就住在井底啊。那如果太空人呢，太空人看得当跟你那个井，你看一个地球里面的井谁管他、啊、那么一点点恐怕都点不出来。一个人可以躲在井底看世间，和一个可以飞上太空看世界，整个眼界差多少。我们有人一辈子，我以前有一次到印度啊，那到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知道，有一个尼泊尔的那个当地的导游啊，因为他的叔叔啊，叔叔从来没从山上下来。有一次因为他当导游赚钱，就把他叔叔从山下不乡下把他带出都会来，就看他看到那个公车啊，看到一直跑，他说哪有一块东西可以再跑来跑去的。然后请他去看电影 啊电影刚好有老虎，他身上有佩刀，就直接把他射到荧幕上去，因为他没看到老虎怎么会在这里，因为他从来不知道这些东西。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可是你想，一个从来都在乡下的人跑到都会，他不知道有这种世界。但对我们来讲不是理所当然，不是，不一样。所以他认知的世界是在这里，可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格局打开的时候，我们观的越，我们站的越高，看的是不是不一样啊？那刘姥姥观大观园，大观园，哇，怎么这样？那不是很正常吗？啊，因为在乡下没这些东西。好，那同样的情况，当我们是用我们执着的心在看世界，所有世界都显现你的相，是不是？所以在楞严经讲说，眼睛有病啊。看到灯光有圆影，很多颜色，我们就问说，哇，这个圆的影子是来自灯呢，还是来自我的眼睛？还在论他是谁，其实那是有病啊。他才问说，这个圆影是我生的呢，还是灯生的啊？其实也不是你眼睛生，是病生的。眼睛如果不病不会生这个，灯光本来就没那个影，都是你眼睛看有病生出来的。你不知道病还在论说这个影子从哪里来，笨哦！说是跟不是都错，为什么？从来不真。但我们众生病可多了，什么原影都影都有咯，
就在那看到空花乱坠，然后想说待会不要拿扫把扫，那么的空花在乱坠，你在管怎么去扫？它根本不存在，你扫，那叫在活在自己的妄想世界，引以为是。所以，要是圣者在看世间，要是觉悟者在看世间，各个众生依次颠倒，活在他的这一条生命当中。就像我们在过血岁啦，从新竹过来，有很多的坑道啊、隧道。那我们看到，我那时候有一次开车，自己开车，我就看每一个车就像巴士，每个人就开着那一部车，咻上来升了，咻下去死了，整个高速给我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然后大家开车冲啊冲啊，业力驱使。你也不能暂停啊，你不能回转啊，为什么？命就往这边走了。所以我那时候在开车，我就觉得也蛮有趣的。我现在我知道，但我也停不下来。为什么？业力驱使，我必须要回到我认为的家。每个人都在追他认为的家，业力让他上来，走走到最后不下去也不行了，就是这般。整个世界就在你的认定范围里面跳不出去，所以我常讲，在高速公路最多内侧外侧就这样而已，再跑跑不出去了，除非你不上来，或者你就放弃车从边坡走下去，除此之外你就如何上来怎么下去。有了生必老病死，不是吗？因为你生你的认知世界就这样，所以如果我们不知依着佛法打开这个格局，你永远被你的颠倒心框着在这里六道轮回。所以这里面要带着对自我颠倒心的觉悟，才能打开这个牢笼。这个牢笼不是谁给你的，是自己安排的，而且大小符合你的，也不会太急也不会太宽，都刚刚符合你的 size。 你是哪种等级的 VIP 的就有 VIP 的，你这个时候差的就差了，谁安排你？这是佛法在谈的时候非常真实的。所以说为什么净土的宫殿是不受限制的，因为它本身并不是用限制执着的心去感应来的，它是他讲说它不是执诸爱执为己有，它不是用爱去执着的，它是以清净心去感应的宫殿。所以这个宫殿没受三界的阻拦。三界的意思就是说，什么叫三界啊？有欲叫欲界，有色叫色界，有心无色叫无色界，看你执哪里就掉哪一界，你什么都有了叫欲界。谁让你戒？为什么框起来？你执的咯，你诸欲不放就欲界啊。虽然欲望放下色法爱着色界啊，虽然色界已经跳出色牢笼，但对心还执着无色界。你能不能放下色心一切欲望出三界？不是这个道理吗？所以净土的宫殿以一个过去活的清净因缘现出来，而我去受用的地多少，就看我当初往生我那时候的心量，我受用的莲花大小随之不同。初地菩萨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所见自己莲花各个不同，每个开车的不一样了，自己有自己的福报啊。好，这个再看，这个不知道第几页了，这个我们再看这个，刚才现在讲是第几页？你们那边的第几？十四。24，那应该是25。25里面有一个，我不是有用很多黑体吗？如是净土因相圆满，有没有看到？有齁。黑色的字。比较是厚的。好。
中间中间，如是净土印象圆满，果相云何？有没有看到？那是二十四啊，哦，二十四，二十四，好，二十四。哎，这个行我们不看全部了，我们就看那个哎，其实你们仔细看，它其实是重要的原理。哎，但我这里没办法细谈。他说，这里面有没有看到？由习所修自利无漏净土种子因缘力故，于一切时变一切处，不待作意，任运变现，众宝庄严受用佛土，以自受用身作所依止处啊。就是说，你现在你过去修很多，因为我们修有都是跟别人有关，有个人是自己。那你修的很多东西是关系到你自人自己的话，你这时候果报现出来会是自己受用。那有时候我们所发的心，接着他讲利他无漏净土种子因缘力故，随他地上菩萨所宜变现净土，或小或大，或劣或胜，以他受用身作所依止处啊，啊，为随初地菩萨所宜现小现劣，如是辗转乃至实地。好，我现在就简单讲，就是像比如说，就由于我们现在有时候我做的事情，我自己多运动，那是不是我健康？是不是？我饮食之节量，是不是我健康？那这个是我自己。我少贪少嗔少吃，是不是利益我自己？好，所以这样的因果，到时候会成为自受用，自己用的。这个到时候他就如实依过去所种的显现在你身上，而且这个是你自己用。因为那个跟别人不共，但如果你从来有一部分从来是为了要利益人的，你这一份悲心所成就的六度广大资粮，到时候就会应众生的根性，随他需要一一给他，是不是？比如说我这里边有一个专款是为了帮助穷人，诶，因为这是你累积出来的专款，要帮助人，怎么帮助就看他需要，是不是这样？一样道理，都一样道理。所以这时候地上初地菩萨、二地菩萨、三地菩萨、四地菩萨、一一地菩萨所得到的受用，佛也如是相应显现。那这个必须要自己条件够。那如果他有这种需要，你能力不够，你没办法给，但佛可以，他所以他自受用圆满，他受用也圆满，别人在受用的在接受的他也圆满，自己的也圆满。这都是过去什么样有自己修的无漏的净土种子。所以你看华藏比丘是不是这样，他从一开始发心阅览很多的净土，以如实的阅览种种净土，又用那么多节的时间去思维，从这个过程他已经在熏修，然后就具体而行，不断累积他的净土种子，后来如实展现。而这个净土种子里面有一个 大部分，他是从一开始发心就是要接引众生，所以在很多的净土当中，以我们特别有缘的是阿弥陀佛，所以我们会接触到他的经教，而且说出四十八愿来接引我们这一类跟他有缘的众生。不是每个人，其他的净土会有其他功德，因为所以每个国土每个活的国土功德其实 法身是一样的，但功德相不大一样，殊胜处会不同。殊胜处因为他的过去发的心不是每一个净土都一样，那以后你走一个净土其他就不用去，反正都一样，才不会这样了。一一净土佛所说法，依他的因缘发心还是不同，但佛与佛功德一样。如果不一样，那变成有些佛不圆满，不是，其实是发愿愿力不同而已。那不同又展现的功德种种差别不一样，那尤其是阿弥陀佛这个净土跟我们娑婆众生有缘，所以特别相应。好，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知道，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因缘，
这个国土，你看哦，因为我们懂这个道理，待会再谈这个四十八愿的时候，你就会看为什么这净土的因缘经常可以随顺众生随所欲乐啊，它都可以变化。就像我们现在，我们有很多我们做不来，但在我们福报范围里面，是不是随你随心所欲？是不是？在超过我们福报之外的没办法，在你福报内的是不是随心所欲？没错。所以净土其实就这样。所以当我那这个跟我们现在念佛，因为念佛的因缘里面，简单念佛不容易。如果你是人天心，缺少智慧，但我们如果用一个比较实质的心来念佛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你过去所修的福已经是甚为难得，而今又发菩提心念佛，一念菩提心功德多大，所以其实你能念佛本来就很难得，一般众生不容易，所以你才会如此感应这个。你现在虽有障碍堕为人生，但你过去所修的佛法在此时成熟，就看你要不要让它圆满。所以你现在做的这些跟你未来，因为菩提心没范围，对不对？众生无边呢，誓愿度，烦恼无尽，誓愿断，它也没范围啊。所以他的没范围的菩提心是不是也符合没范围的净土世界？是啊。那我说我现在还没有，不要客气，谁都不容易一下有，但种子有没有？有，我就要你的种子就好，但没种子我就不行了，没种子长不出来。你发个心，我好笨，但我想度。有的人说菩提心好难，我说那些可怜的你要不要度？要啊。我们有时候问老菩萨，我们这个老菩萨有时候自己拜佛都讲，他不会讲那么多的回向文啊，他就念，他希望这个世间大家都不要争，大家要和平团结啊，希望这个世间，他讲的词用台语啦，他讲说现在的所有痛苦的人都不要再痛苦，他就这样讲而已啊，大家一起往生净土啊，但世间不要够震惊啊，不要再战争啊，不要怎么样。他有时候看人家浴火走过去，他就会讲说希望所有众生都有机会看到火。他们也没学问啊，他们只是很单纯希望众生因三宝得利，这不是菩提心不还是什么？虽然他没讲多深啊，但他们那个心很自然啊，没这个心跟有这个心功德差很多哦。所以他有一次做梦就讲说他自己一个不认识，他就有一次做梦，活菩萨告诉他要学道要修道要讲道。我说你去哪里编的？他说爱学道修道爱讲道，所以他觉得应该要学道修道要讲道第一人。谁说一定要文绉绉的？我最重要是那个里面的那个菩提种子，那个比较紧哦，是不是？我们有时候种的是那个实质，而不是你讲的一定要多华丽的语词，是那一份真实想要觉悟的心。当然它不一定有那么高深，但至少这一份真诚心确实有，我要的就是这个种子，一旦有种子就容易成熟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还好我到了吧。我刚才有人看到举五分钟，可是我觉得这五分钟比较长了一点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就没关系，那不过我们还是准时好了。这样准时没关系，我们就慢十分钟下课，可吧？那这样才不会长短呢、啊。我们就十分钟上课啊，到四点整下课，好吧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